再加一把葱花，对，再添的话，红葱好漂亮哦。客家咸汤圆完成。有进去了，来一些些进来，这样比较快。有猪板油的肉丝哈，它比较会黏住，所以你要把它稍微剁一下下。酱油、胡椒粉，肉要腌。对，拍过了红葱头，你把它切末，它在煸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客家菜吃什么东西几乎都会用到红葱头。会，其实红葱头的香气是台湾的一个所谓的小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个精神很重要。对，以前他咪的那一种都感觉用炒，超爱的，好好吃。而且你在其他国家料理很少看到红葱，对，真的只有台湾。红葱头就把它进来，哦，用猪油来煸红葱，那很好，那个香味更香啦。对。那这边爆完之后呢，这个导游泼啊在里面也非常好吃。嗯，好，现在要到了，到了哦。它整个是黄色的，金黄，好漂亮哦。把它倒出来，它猪油也在里面。香菇，把拧干，香菇水这是必须要的，放过来。很重要。先把它的水分拧出来。对。等一下在煸炒的时候，香气才会足够。新一刚有挤吗？有有哦，先挤了，怕太湿。因为太湿的话，刚刚两边在做这道菜的时候都有点太挤哦。这个基底一定要把它打出来，嗯，要炒香是不是？一定要把它炒到非常的香，香气一定要很足够。那猪肉也是下去，等一下要炒一炒就对了。对，也是要下去炒，因为这个猪肉是这个高汤的来源。稍微切一下，味道比较容易释放。对，把它放进来煸。全部这些香味都用红葱油来炒就可以了。对，就不要加其他的油。好，头的部分等一下也是爆香用的韭菜头。那你整个的汤锅里面就是有一个韭菜香的一个香气在里面，这个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吴师傅，你的汤圆也是直接跟那个整锅一起下去，没有另外要炸就对了。汤等下会进来煨这个汤汁，把它煨出来，然后再把对汤圆会先煮吗？预煮吗？会煮一些些掉，把这个淀粉汁把它煮掉。好，我们现在买的这个都是盒装的，那盒装它外面会上一层的这个粉，上粉，对，它进来很容易，这个汤汁马上，它虽然汤汁会浓稠，可是马上就收光了。哦，所以你刚刚是先干炒那个虾米，先干煸，对。干煸完之后呢，你再加一点油进来，它马上吸收，对不对？香气马上就爆出来。对，那这个好了之后，来这个肉丝。所以刚陈哥那边很可惜，肉丝又马上把它盛出来。你刚刚说陈哥那边怎样？很可惜。哇哦，谢谢。因为它的肉已经有抓腌过了，它如果在这边一直把它煸到香之后，因为这道菜的肉丝不是像我们一般可能我要肉丝炒面，肉丝要嫩，不是那么嫩。对，它可以是适量的去熬这个汤头，因为把它煸到这个。对啊，这汤里面才有肉汁的味道。那它最后才放。我们的肉汁味道很浓啊，这不太行。来，韭菜的这个头，一个一个往上叠的，把它叠起来。这道理很简单，把它炒香，炒香。其实每一道菜都，对，它根本都没有用大火，用慢慢煸，你大火它很容易就焦。对，哦，整个香味全部炒出来，炒成一锅，然后水呢下去，把它所有的融合在一起。啊，对，这个时候再来处理这个汤圆就好。嗯，好，差不多了哈，快开大火再把它收一下下。韭菜在这个汤圆里面，尽量就把它切成末状，哦，它是一个蔬菜，你挖的时候，对，然后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哦，是干爽的，真的，真的就是这个味道，香哦，干煸，而且有韭菜的香味，有过年的味道，对，有过年的味道，真的有过年的味道，过年的味道，热水锅真的挖一瓢进来，控汤。冻汤，小白菜这些头的部分继续熬。那真的很客家哎，他做法真的很客家，客家人就会这样做。OK 了，那味道已经很充分了。盐巴，煮汤圆要加盐巴吗？要一匙的盐巴进来。
太 Q 了。Q 多较好啦，哦。然后呢，这个汤圆本身也比较有味道。你进来的时候，你就不只是对那个。刚刚盐巴没有放很多，所以它水不多。嗯。哦。然后这边就把这底泼啊，这个口香糖丢进去。哦，吓一跳，有口香糖。嗯，扁的。然后底泼就把它挑进来，哦，那去熬那个猪油。好，来这边有一半浮起来，对不对？对。好，一半浮起来，我们就把它捞过来。这么快就捞过去？哦，只要浮起来，不要淀粉，这等于是把有些淀粉把它洗掉，剩下就是让它在这边入味。那像阿基是？那你如果说整个进去煮的话，你汤头要够多。嗯。哦，它整个浓郁度你也要下的量也要够。水要够。了解。这时候，它在整个膨胀的时候呢，才不会干碎。嗯，然后到了里面去吸里面的汤汁，这就对了。盐糖，哎，你刚刚盐是一个小山丘，哎，差不多，没有问题。小时进的，它完全没有调味啊，甜度，它完全没有调味。先加点胡椒粉，融在汤汁里面。米酒，一大匙的量，是哦，米酒的味道是好。汤头才会重哦，然后筷子这样捏一下，有没有？哦，这个汤圆是有点 QQ 的，哦，这时候蔬菜料进来哦，是它的弹性啊，有人说它已经有煮半熟了，所以其实那个红葱头的，刚刚那些红左边一开始炸出来的红葱酥是不需要下去熬汤的，我有放一些进去，有放了一些，哦，就把那个皮乳泼那些把它放进去，对，那这一锅都是香的，好了，妈。来，好，现在红葱头，最后的油全下。对，它那个葱油哦，会有润滑感。当你喝那个汤的时候呢，那个香味会一直，哎，会一直出来。哇，快！好了，你这时候呢，再加茼蒿菜更感人。啊，对。现在这个季节还没到。啊，这个季节再加一把茼蒿菜。对，每天的话，红葱好漂亮哦。客家咸汤圆完成。刚刚好一碗客家咸汤圆，决定最后的胜负，赶快一起来争口气吧！客家咸汤圆，先试试我们的吴师傅所为我们示范的，来，先品尝。嗯，哦，味道有重哦，嗯，好吃，好香哦，真的很增加了很多浓重咸香的效果。让你们得两票，先是你们的，来。其实蛮清爽的，是有不同的香味。嗯。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后来。